各位听众大家吉祥，上一期我们了解了佛教的慈悲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佛教的苦。星云大师童年出家，就常常听到人家讲人生是苦，人生如苦海，人生多苦难。佛教讲苦，有所谓的二苦、三苦、四苦、八苦、无量诸苦，即使人生是快乐的，乐受也会坏苦。当时心中很不以为然，总觉得难道大家只是为了苦才来学佛的吗？为什么人要来吃苦呢？人生的意义很苦，学佛要受苦消业。由于传统佛教过于重视苦修的思想，让学佛的人身心都苦，每天的生活搞得愁云惨雾。星云大师认为，苦不可以完全从消极上来解释，苦对人生有更为积极的意义。人要能接受苦才能成长，不能吃得苦中苦，哪能做得人上人呢？不吃苦不辛苦，哪里能有成果呢？实际上苦是乐，但是苦怎么变快乐呢？苦是教我们要怎么透过苦降服苦、冲破苦，进而得到安乐。因为快乐没有不从苦后而得来的，这是良田里长满了稻谷，你不辛苦地去收成，也难以供应所需的粮食。黄金随潮水流下来，你不早起去把它捞起来，它也不属于你的。就是经商获利，那也是辛苦赚来的。工厂工人领取薪水，那也要辛勤努力才能获得。因此没有辛苦，哪有所得，哪有富乐呢？天下的事情没有说不经过苦便能获得的。所以说苦是一种教育，小时候读书会觉得很苦，但是如果你能接受这样的训练，就能汲取到知识的养分。童年的时候做事会感觉到很辛苦，如果你不偷懒，能面对苦，接受苦的训练，就能获得生命的养分。苦是一种力量，你能吃多少苦，将来就能得到多少的快乐。好比挑担，有的人能挑20斤、30斤就挑不动了，不能吃苦；有的人能挑50斤、100斤，感觉还很轻松自在。不怕苦，能吃苦，将来的人生就不同。苦是一种营养，人的生活之中如果没有天灾的苦难，就不知道如何适应大自然的变化。如果不能体会人祸的苦难，就不知道防备苦难的压迫。所以人要知苦。苦是一种磨练，在佛教里有很多修行者特地要去修苦行，用苦来训练自己。运动员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，想要获得金牌，如果不经一番苦练，怎么能获得呢？饥饿是苦，寒冷是苦，被人家欺负、打骂、委屈、冤枉都是苦。如果你有担当这许多苦的力量，就能降服苦，不为苦而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懂得苦，想要停止苦，就要找到降服苦的力量，远离苦的方法。人生是苦，我想观念要改变，这个观念对我们人生的成就有关系，很重要。过去有一个老婆婆老是哭，法师问她：老太太，你怎么老是哭呢？她说：法师，你不懂，我有2个女儿，大女儿嫁给了卖伞的人家做媳妇，我看到天天出太阳，就想到雨伞没有人买，大女儿的日子该怎么过呢？就为她挂念，所以哭啊。我的二女儿呢，嫁给了卖米粉的人家做媳妇，看到下雨没有太阳晒米粉，米粉怎么能卖呢？我就为二女儿哭泣了。老太太不要这么想嘛，想法可以改变的。
怎么改变法呢？以后看到下雨了，不要想二女儿，想大女儿。哦，下雨了，我的大女儿雨伞店生意很好哦。出太阳了，想二女儿，今天太阳这么好，我的女儿米粉晒得很多，生意一定很赚钱。你这样改变想法，苦乐就不同了啊。可以改变啊，老婆婆就这么改变，不哭了，每天笑。下雨天为大女儿笑，出太阳就为二女儿笑，从此她不叫哭婆，变成笑婆了。所以我要改变佛教的说法，让大家不要天天喊烦恼啊烦恼啊，苦啊苦啊。人来到世界上才有多少的春秋，你为什么来的？你是为了苦来的吗？我们是为欢喜来到人间的，我们是为快乐来到人间的。为了欢喜，为了快乐，苦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，我们不能把这个过程当成是我们人生的全部。因此苦对人生有积极的作用，我们大可不必怕苦。不怕苦不怕难的人才能有成就，否则在苦难之前萎缩不前，也就一事无成了。很多人喜欢套用佛教的四大皆空，空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吗？下一期我们一起来探讨佛教的空性。